儿子，你干啥呢？妈呀，你们把我的车变成对坐卡座了。看看，这就是我的变形金刚。我这个车呢，整个后面是五种布局，从前面进去。哎呀，让他们羡慕羡慕。前三后二，前面是三个座，后面是两个座，后面现在还有一个，这叫啥呀？对坐卡座，还可以变成一个 U 型卡座，还可以变成一个单人床加卫生间，还可以变成一个1.5×1.9米的一个大床。你这写的干啥呢？这是口红还是糖啊？唇釉。走了，儿子，不射箭了，儿子。后面也可以上下车的，啊？后面也可以上下车的。忘记了。来了啊。嗯。过完了。这个不行，这个。就给你展示一下的话。哎呀，他又虐我了，这小子射箭我就不如他呀，我都不如撇我都能扎上。你看，哎呦，儿子，看我一撇就一个十环。你爷爷是不是钓着大鱼了？一会儿去看看。看这小样，还把手包上。我去，嗖嗖的，我去看你家老头钓鱼去了啊！来，大门关上，上锁。儿子，你不等我一会儿？你爷咋回去了？他回去拿公事。啊！别看你爷钓没钓到鱼啊！哎，咱们坐这钓会吧。有鱼吗？鱼护都拿出来了，你干啥呢？太臭脚了！来看看上鱼了，咱们拿起来，来给个特写来。哇，这么大的鱼啊！要是给你爷看，会笑死的。你爷的狗也太小了，你爷在钓小鱼玩上的呀。好，我来了，我第一条鱼没想到是我钓上来，你干啥呀？妈呀，妈，你还美着美着来坐着，这小子乐死我了。一共就这么大个鱼箱，他还要坐一下，认真钓鱼啊。你爷来，没想到我能钓上来。看那个漂了没？你要盯上那个漂，干啥去了？妈，一条大鱼我们钓上来的啊！第一条鱼我钓的，啥第一条鱼？妈呀，你那里没有鱼啊！我第一条鱼是我钓的呀！你可拉倒，儿子，你看看是不是就一条鱼？你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你看爷给你往上拿，那你看多少鱼？妈，都是这么大的！哎，刚才我们也钓上了一条，那根本我就回家就搞那个，找没找啊？找了，找了，可以了，不用点了。您好，好了。你爷卸了吧。我去，你爷啥时候装的呀？这是，我看。这这，爷是想给你也配个房车，是不是啊？然后你开着它，拖着你媳妇儿安个家。要不你爷怎么这里还装个拖车球？你看，50了吗？这是以前我换下来那旧的。嗯，这么高，我估计正好。你看，高度正好拖这个房车。以后你爷这意思，以后我们出去玩啊。就可以你开着车拖着房车了，它不会掉吗？这车不会用房车吧？可以的，应该可以的。俺先拖一次试试。你爷挺有才吧？嗯。把那架子给你卸掉了，给你装了个拖车钩。其实儿子，你这车可以拖一个小的那个小的挂车，上面放个小船，可以吧？嗯。然后拖着我们去那个千岛湖。哎，千岛湖太远了，不行，近一点的，附近的水库什么的呀，你拖去可以玩一下。这就是以后给你，啊，你跟你媳妇儿反正就是那什么了，啊，对呀，不是把你要把你孙子嫁出去啊，当嫁妆。什么？喂羊。开饭，开饭。你干啥呢？弄肉呢。嗯。那来一个尝尝，生蚝大补啊。嗯，嗯，新鲜，新鲜。这不，你看我爹一会儿要抓鱼去，这饭都不吃了，这坐着一兜子。给个镜头啊。谁吃的钱呢？奶奶吃的呀、啊、我以为你吃的呢，你还嘎嘣嘎嘣的。这个你奶不知道，以为这个是跟虾片一样的，给你意大利面给你炸了。好不好吃？好吃。脆不脆吧，你就说。嗯。这玩意儿当零食吃，嘎嘎。这玩意儿汪汪对他很感兴趣。还是给汪汪吃吧，太硬了。这个估计意大利人都没吃过炸的这个意大利面。酱磨鸭棒。嗯，可以啊。那猪蹄多吃点啊！你们不吃，我明早就把它吃了，就吃化它。爷给他爷把它煮了。中国人的创新不是，这是球球他奶奶的创新，油炸意大利面。娘，你不吃了？我不吃了，不吃了。我娘吃饭真快。咋说把它煮了呢？人家那个江苏那块儿一整炸馓子，跟山东。那不是这玩意儿呢，
那是面，这个都结晶，这挡挡本身就咬不动的东西，这我估计你再煮煮可能能，没准还更好吃呢，但没准也更难吃。咱们再研究嘛，可以研究吧，研究不好就给汪汪。善于创新。嗯。哇，今天饺子真好吃，吃没吃？太鲜了。失败是成功之妈妈。有道理。嗯。